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三麦大王榜一。今仔日是初二，在此祝大家猪年吉祥。过去一年，我所扮演的角色拢是歹人，但迄只是我为了生活得意所扮演的角色。哇，其实嘛是真想要演男主角啊！一年来，真侪戏迷伫活动中拢会甲我偷拍、偷精、偷人，害我的面变甲遮尔红皮。啊，佫有人甲我的脚踏车恁啊渡破到恁，请大家体谅我一下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伫三麦堂的剧中会当洗笔，拜托编剧咯。今日再来为大家采访的，就是三麦创世咯，国际级电影的幕后英雄。这个有的戏份，在咱电影内底是非常重要，演出的过程非常的辛苦，经常爱冒着性命危险，演出高难度的动作画面啊。但是咱的导演因为无钱，完全无替伊买保险。今仔日第一位，就是要来访问《圣德春之花》桂阿桃。阿桃好未？好咯好咯。大家好，我就是《圣德春》第一批人桂阿桃。我的容貌何必世事，比那个三麦堂的什么余仙子、妲己还阁水一百倍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电台永远蹲袂着我。哦，这次终于当拍贺岁片咯。你认为上辛苦的一段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就是将天之分要来夺寸，我就要被人弹上半空中。我的导演要求我大家爱设个逼真，所以为了这动作，我整整练习半年的空特步、跳伞、三角着地功夫。其中有一处，那个普龙宫的草丝咚咚轻，伊把我弹上三公尺高的树头，搭袂落来，害我险险脑充血。无想到我的天仙美貌啊！阿桃，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就是空特步专业的三角着地吗？好啊，无问题，我专业的来。导演哦，来啦！啊！来呀！哎呦，阿桃！你安尼看起来，敢若真疼。哎呦，是啦，袂啦，我是为艺术牺牲，希望国际大导演李安会当看出我演出潜力啊。哦，好咯好咯，你会当落去加油啊咯。啊，哦，敢若是淡薄仔小错咯。安尼后一位，咱继续来访问咱的天才小童星三线路同主。哎呀，三线路同主啊，听讲你是天才小童星啊？是啦是啦，其实哦，我一回就出得啊呢，有去拍的尿布广告，人讲我是天才小童星。这个会当演出《圣德春》，为一个有代数的村民，我非常的荣幸，非常的欢喜哦。头顶来一个木头，叫上天之云，我阿爹阿娘因拢死咯。哦，听说你这届是为专业化妆，非常的无同呢。是
哦，因为要演出伫中天之云保障医生的传闻，所以爱偷青目镜。阮导演哦，特别请迄个美国好莱坞的特效化妆师帮我化妆呢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安尼敢会当请咱的化妆师帮你示范一下偷青目镜的化妆术？啊，没问题，来哦，来哦。特殊化妆术。哇，敢若看到鬼哦！果然是好莱坞的特效化妆术。是啊，非常的专业呢。是啊，是讲观众朋友看电影完，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三高监察官看到你动伤，竟然无替你医治呢？哎呦，这唔较简单，因为三高监察官可是真正的阴谋家。你是在剧透啥？去！啊！啊！以上就是我辛苦的演员，我帮你在此祝各位新年快乐，诸事大吉。花红豆，浓红碧碧绿绿，心酒万千心，世代代红红足足，滴滴香来闻。树高迎春，地广栽万翁，龙庭国文昌。树高先天在此祝大家诸事如意。好啊好啊，穷天有意，今天